手枪里我觉得就.45的这个比较厉害，它射速快一点，这个枪射速快，而且12发子弹也正好。 P92 9毫米子弹相对来说威力低，不是很好。给我扔套三级装备，哎呦好开心啊，要扔了，来吧，不要扔了。但我没有船啊，这咋办呀？这没船啊，我不能游过去啊。这我不能游过去吧。人要有梦想，该游就给游啊，人啊要有梦想啊。我底下有水，为什么我会这样啊？我底下又不是没有水。垃圾游戏，垃圾，真是垃圾。我好不容易捡把手枪，捡把弩，我容易吗？我那个地儿真是垃圾啊，真是垃圾，气死爸爸。世界如此美妙，我却如此暴躁，这样不好，不好。人啊啊，要有梦想，上马咱搁哪儿跌倒咱就搁哪儿爬起来，知道吗？人呀、啊、要有梦想，不然跟咸鱼有什么区别呀、啊、对不对？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？我靠，你们有病啊，来我家，神经病啊，你们来这儿有毛病啊，一个个的，这是干嘛来呀、啊、那么穷你们也来抢我地儿的，心理变态吧你们。我操，完了，我死了。什么枪，什么枪，没有六吗？别打我。什么枪？什么枪啊？啊！要死了！哎呀，是个好人呐、啊！张一呀、啊，